呢啲壮观嘅景色所打动啊，同时又好感慨啊，因为面对住咁壮丽嘅自然景色，先至意识到自己嘅渺小，然后咩烦恼都冇晒啦，呢个咪系旅行嘅意义咯。仲有不可不提，今次佢哋去冰岛之旅最重要嘅就要睇到极光啊！哇，虽然我冇亲历奇景，但透过屏幕我都可以感受到极光嘅魅力啊！佢哋第一次睇到极光嘅时候都静晒啦，就咁望住天上面嘅极光，感动到喊，仲不约而同咁话，想同自己心爱嘅人一起分享呢一份嘅喜悦，仲话冰岛系人生必去之地。
貴㗎，做綜藝如果要做得呢樣都唔貴得㗎，做劇集嘅。咁梗係唔夠做劇集咁快。係咪慳錢咧？唔係，個諗法係諗兩個月、三個月爆咗啲嘢出嚟，哇！好似好犀利咁。唔單止，其實我哋係想出完咗之後咧，真係個生態有啲改變，公義為先的，一語中的。